哎不，呦，我会管的，破甲。我操，我地操，开震，地震他妈的！你妈的地震都来了，行吧，也能打，无所谓。光辉光了，你要光走辉不要？光上，光上光上。宝宝的话去打这边的女妖圣宝宝五号，好吧，救五号，把五号宝打给我打干净，找节奏。女儿在这方向，她法器应该是魔怪啊，文哥啊。虎阵这个阵其实还好吧，不怕被克，虎头位没关系的，主而要且是宝宝。宙斯克不克也无所谓啊，他那个伤害无所谓，我还有20%呢。差不多就是个凭证而已。我操，大唐没他快，他可能马开的吧。有可能。他大唐4号宠。绿，妈的，宝宝开场没绿过。我的叫宠吧，大唐砍五号宝宝干五八五干的，哎，我宁对面大唐了啊、哦！您那边大唐零起，化身再来把刚子的有点早了，来把刚子吧，来吧，怕个鸡啊！超级毒的宝宝他妈一下就飞了。这样闪啊！一下，没闪，扔掉。刚好刚子，还行，刚好又拉了一波。光辉点赶紧补啊！光辉点，包括化身那些都要补。这就直接点。满天啊！我操，没来。死肯定死了，我们清三个没那么容易，知道吧？这五号他妈不是进来的吗？血这么多。四号三个，你地府爪子抓大行去吧，好吧？开抓，啥都不管了，就开抓，好吧？龙龟的话，先去法方吧。先去法方，我自己不开不行。要给王良的啊，抓吧，先抓吧，不着急。记得给王良就行了。我们罗汉尽量不要断啊，有罗汉的盖罗了。那得先立塔，我地府得先立塔。你地府没神立塔的别立了，你地府就抓吧，不用你盖。丢人了啊！我下把补王良还是继续抓？王良，补王良，没怎么。爷，我操，绿！还是三个三包，还是三个。我们宝宝打四号啊，四号干掉，四号干掉，普陀紧箍咒勒这边大唐吧，大唐勒了吧，他大唐体流晕了啊，体流晕我们丢灵芝了，没关系。赌神吧，妈的，妈了个巴子，他女儿是把人应该封地府了，封咒，行。龙龟能配速啊！我操，这伤害！全魔的，应该是全魔龙，看得出来，你这么打，全善恶，全善恶，你自己开吧，化身叫个宠好吧，龟叔宝拉大喊，龟叔宝我宝宝拉吧。
地府不拉吧，好吧，地府拉大行，大行起来再砍吧，好吧，砍四号去。我盾了，我盾了，我盾一个，没事，没多少人心，盾了。抓两手了啊，应该有了，下货应该有了，下货对面黑马效果消失了。烈烈，没死没死，锁住了锁住了，活血活大他妈，大他活了。紧箍咒继续勒吧，我把女儿笑了吧，你把女儿笑了，我感觉她这回就放了。那你笑吧，好吧，你笑吧。那你龙哥再给我几个大金吧。嗯，龙哥的宝宝再给我四个回顺呗，你带了吗，龙哥？带了，带了。你反正宝宝也出不了手，吃一个吧。没放，没放，可以。雷放给他反笑掉了。有人觉得，嗯，要不流云，我比他快了，是比他快啊！我先中了毒，嗯，你下把没了，你凝滞了呗？没事，下把留啊，绿了，绿了，我操！我操！一个不成，骨头留吧，我活他。好，葡萄流，地府爪子不要停了，出宝宝，我出宝宝了，可以打到死就行。二号超级偷袭了吧？二号干的，二号超级偷袭，出壁了，继续出壁了。我拉个马，妈的，他现在也出马了，去你妹的！回来还要吃哦，我也被耍了，两手了。先缓住。没他快。我拉马了，不知道他四号是不是马。这种禁闭的应该也是马。四号宠有一个金身呐，龙龟把他摸一手，把他摸开了啊。那谁开我呢？你上塔吧。妈的，另一个啊！我操。那行。我地不宠开你吗？我地不在四五。龙龟摸一下四号床吧，四号床摸开了，宝宝清二号啊。OK， 那我上我塔了。化身继续避雷吧，上避了，上避了。那你开我啊，秀琴。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叫避了，叫避了。他地府也够啊。就让他放了吧，无所谓了。我抽电魂闪了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光辉补了几个？三个。三个。没他坏，他我少爷是马。哦，我操，一个不绿马。砍二号吧，好吧，把二号先干掉啊，先砍二号。你地府要不先起个鬼眼吧，要不啊？妈的，先不抓他，起个鬼眼吧。普罗给我来个普罗，普罗得出宠了，普罗继续出宠吧，把宠出了，出宠出宠。没事吧？应该杀我大堂了，没盾了。
寝室没发生。我感觉他杀我了。伤你不多吗？不会的。给你大团好伤。这不来了吗？挡不住啊。渡也得死，本来想让你渡我的，渡也没用，上一把。上面上饿的没用了，上饿太多了呀。我操，上饿是打不动我的，你知道不？你妈的，出个慢电行不行？能把那宝宝打死就行吧。我操，这伤害他。他妈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啊，一个不绿的，妈的，真的一个不绿。第五兔子宝宝，我盖个楼。好。嗯。我不记得了，我记得。把树进了，把他马进了，他应该没那么多黑马的。你普陀紧箍着勒好吧，再勒一手。等等，普陀要不反向旅游村吧？不勒了好吧？你反向旅游村吧。没怒，好像笑，能笑，能笑，能笑。把刘德反笑了，他够了。他这波是不是先出宠了？这罗汉是不是盖招了？没事，一样的。一样的，绿一个啊！我操！我这是上二他妈也太凶了，你妈的！飞了上十个了，一个不绿。对面这一波应该不太好点，对面这一波，地府丢个射魂给地形就够了，好吧？哎，地府直接抓对面大团吧，好吧？把大团抓了。你化身的话，添三个盾，好吧？不理他了，普通出宠，咱把我把地的敲出去了。我先估一下吧。掉太快了，勒一下也行，勒吧，勒一下。他可能会毛，他可能会毛你的，你也不好说。他反正女儿被笑了，带有花。我他妈十一回合掉三个头，我也是第三个。他也不会投的，这地平。看那楼上的波图，明强。绿啊！我操！绿，操我！妈！可以。感觉他旅游生喝了，化身去返校吧。哎，他大团是不是没活过啊？活过上把活了五千多。哦，化身去返校旅游生，好吧，把旅游生返校了。五龙丹化身几个五龙啊？三个。开我，你开我，把武装开了。我要不听一个？不听。听干啥？出个宝宝，出个壁垒。我靠，进去把这大长先压了。完了，全光辉了啊！五个人，所有人都光辉了。他不让你装了。点不着了。点个锤子，怎么可能会点呢？他大堂上来就补了一把野兽是吧？嗯，没用过暴雪，他大堂也在笑啊。化身够笑不？他大堂也要笑，他法器刚立的堂，他用过平衡闪叠，他法器不够。叶子够笑不？叶子啊？够笑。我清风月开的地府好吧？清风月开的地府，你普陀的话紧箍着去勒吧，给这边的队长勒了，勒五个。
宝宝能打的话打五号啊，锤五号。我先指了，我先指了。然后活了六圈，那大安这么厉了？哎，没有。你看，别炸的哥！哎，他大安比你普通还慢了。速度圈。速度圈。那他也没我快啊。变掉了。他黑马效果消失了。我去。嗯，妈的，这一个。哪里够力啊？哎，要点啊，文哥！点不点的问题，宝宝他妈都死干净了，我的哥！化身上个盾吧，好吧，化身上个盾，宝宝给自己塞一个。Beef 的宝宝跟我的宝宝一起拉大神，大能戳吧 ，Play 的戳吧，好吧，只能戳好吧。我先不抓了，我先立个塔哦。你先立个塔，立吧。宝宝出来没啊？别让风毛了。出来了。哦，你问普陀，普陀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嗯。他大唐法一回合的时候也要叫他大唐。没出来。哎，没出来。终于神第一个宝宝，妈的！第一个，那这个用过了是吧？没用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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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得强活，你上有小死亡，他觉得我们会开了，好吧？我金，如果独家三点的话，我够金，我93。好，你金，我按一把吧。你金，葡萄出好吧？宝宝出了。单封了，封普陀的，封武装了，封武装点杀的对面，封武装点杀的，你大胆干什么？上盾，上盾怎么扛住了？不一定，不一定啊，我妈只能 CD， 不能闪，闪应该能扛得住，有机会的，我大胆应该有速度，妈的就这点血怎么扛？顶不住，死了，暴死！那法器，哎，法器，三神风铃是吧？明目刃，弹个甲不死，操你！大师还有四个善恶呢，善恶没死，打不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别老担心善恶，善恶打不动我。他上个清宝宝清的太快了，你得拉快捷键要画画对面善恶的，妈的，不然不行，你要么等。化身继续叫虫吧，没事叫壁垒吧，叫壁垒，叫吧，叫壁垒，你紧箍咒继续勒吧，对面女妖神没紧箍咒了，勒他，等一波起来吧，地府爪子抓吧，叫壁垒，我们人性没起来是吧？才四成，服了，他们推不下来了，没那么简单的。只要他大量速度慢了就好。三号博能不能锁住啊？妈的，活满！哎呀，好，我妈真的受不了了，这宝宝飞了。普陀有大，普陀盖罗了，二罗了，地府爪子不要停了，爪子不要停，化身的话推个房吧，宝宝继续锤五号，把五号锤了，你普陀还是会治疗吗？不会，我给自己喂一个，他应该不会杀你的是吧？我说宝宝摁房了，你们进屋吧，他肯定进我宠的，扛着吧。
房子，绿绿绿绿绿。稳，哎，摇跑一个还不错。绿绿，哇操！好像掉太快了。还行吧，对应的宝宝也掉了。紧箍咒重新勒啊，勒起。先勒大堂，你普通比他快可以砸他的，你把速度圈拉了吧，化身，比他快。嗯，可以。把速度圈拉了。比他快，你可以砸大堂，然后别让他扫出来。清二号吧，宝宝。清二了，清白。拜拜，二号，二号。清二号，清二号，清四号，他会拉黑马的。对，清二也行。点人了吗？这是不可能呢、啊。他们爆冲不全。有罗暗杀杀谁啊？我没速度圈也比他快。抓下来了。差了吗？六千三币嘞！哦，不行，我先叫个宠，我把宠叫了。普陀几个武龙啊？三个。三个，给我开一手，好吧？开掉。花生能上塔吗？塔立一滴。上吧，我破甲了，破甲了。大堂下巴起了。对，下巴大堂起来了。快点停！刚刚够了。哎呦！哦呦，别啊！操啊！败了，我封印没解掉，我只能上盾了。化神也只能上盾了。地府丢个摄魂，好吧，地府摄魂三号，普罗持五号，摄魂应该持一个，好吧。我地府的，我们两个宝宝，我宝地府的宝宝那人，好吧，我宝宝去打，我宝宝去打去，化神的宝宝去打五号，我宝宝打三号，来吧。地府最后一个九转了，用掉了。用掉吧，用掉吧。也不用没辙。这波宝宝跑了害伤了，我封印没开。摄魂的三号吃了五号，他渡劫三号了。肯定快的，他耗我的，本来是想耗我的。啊了，死歪了！这狗屎运他妈真好啊，这他妈还连一下。大浪出了什么宠啊，文姐？配速啊？小马。配速的马还是什么马？配速马呀，小马、还好绿了，他妈不然大堂都拉不起来。什么马？小马呀，枣红马。红马，红马。枣红马，枣红马能配速。对啊。或许活大堂好吧，大堂的话，你这一波就砍个地，把三号地先砍了好吧。你慢的拉我。小马只要解封化身了，把化身解了，我武装宝宝开你，我武装宝宝开。哎呀，算了，小马不解了好吧，小马不解，我清风王又开算了。我清风王也开不了那个化成那个。我知道，不用。清风王也没事，你葡萄树宝宝你处理宝宝。小马你强大爱自己吧，好吧，免得对面拉坤拽死你的。强大爱自己。活大喊 ，OK。我操，他妈跳了，好像跳了。
他五号是比我快啊，秒死你！这踢坦了是吗？他秒不死我，一弹应该秒不死。明旭清了个地心了吗？我拉人的地方我去那一只，我的替代五号了。我操，不火爆他妈难搞啊！这不火爆，你要蓝吗？先砍血吧，现在还有一只，哎，千八。哦，那还行，还能活两手。我操，这法系他妈太猛了，这法系。我开封了，我不管了。你先别，我这把清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这波肯定要点上，我们这波。地不够大。嗯，地府够大，我们这波有点杀，活就活大他妈大堂活了，我们这波有点杀，活就活大他妈点那边大堂，把他们大堂压一手，好吧，来，地心是快的是吧？快的，快的。那我给普陀塞一个吧。小马给普陀塞一个可以了，免得这边无差别点杀了。没事，我们大堂比他大堂快。我知道，快是快啊！对面这波清死，没中天，没有强风，好，他这波大堂死了就行了，你好飞，得空砸他才行了，他扫出来我们也得死，我们九转不够了，死都无所谓，我马还多少九转，我一个都没用。哎呀，我们九转不够多了，整体九转不够多了，尽量别死。妈，一号神了，神了神了，没关系，他死了，砸死了砸死。我说比他快是吧？干冻僵尸死了呀，是的，是的，死了，可以刷刷 T 杀。他肯定是真理地府的，你地府把罗盖了，行吧？八神把普陀活满，给我卡蓝了，给我卡蓝了，我马给你顶。没有，我盖罗了。我要不再听一个？你普陀再听一个比法系快那个地形是吧？对，来吧，拉了拉，拉起来拉起来。小马的话给自己、哎、小马给自己塞满好吧，免得对面消伤继续挂你。对他可以出我的罗汉，你接罗就行了，你武装。那我地府的虫给了。哦，但现在你这把够活是吧？我肯定够了，肯定够了。我补了呀。OK， 你哎，对，你进来，我肯定整你的。可以。他话声不知道地府谁够啊？这地府够。硬攻，硬攻，嗯。硬攻。哎，我有马，我会比那个人快吧？不一定。不一定啊，这硬攻这么快。我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大胆起石。你大胆侵蚀是吧？侵蚀的话，那直接。我他妈的直接杀法系吧，杀法系是比较 OK 的，杀法系把牌杀了吧，杀法系杀法系，你妈这法系秒太沉了，扛不住啊。你宝宝贴贴这个地平啊，给杜姐吗？给不上杜姐，拉杆子给不上杜姐，引攻绝对超级快了，那你拿金刚吧，再贴一只，你贴吧，顶针挂得中吗？顶针挂中对面女妖神真就全没了，可以，没死啊，这个可以挂腰，哎，舒服啊，哎，可以，对面把腰，对面腰的伤全没了，对面腰的伤全没了，妈的，差了，没宝宝贴了，没事，他法系脆皮啊，脆皮系这法系，腰的伤都没有，砸6000，哎，他女儿是够了，够了。
他还要反校，他这把应该不会放了，你先反校他，他说这把应该是真的。他这把真的，你哎，你地府，你听我说，你地府就严一手好吧？万一他不真好吧？地府就严一手。我出天魔了，我出天魔了。你出全魔有用吗？没用，他是安全。别出全魔，就出正常宝宝好吧？出正常宝宝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普通你先紧箍着雷，旅游上把旅游上雷了。那你开红灯呗，猴哥。笑他了。哦，你反校是吧？那也行。他真的，真的真就真好吧，真就真无所谓。他万一不真他妈的。现在25到32回合之间，点死就能演了啊。嗯。他没灵远了啊。没什么正常宝宝了。你说孩子也行啊。也快速了，也快速了。他来抓普陀了。哎，哦，不能。三号引弓，三号引弓啊！普陀，你这不先出个宝宝好吧？地府先起个眼可以了，大唐把他们三号宝砍掉。嗯。化身，你把普陀血量活满吧。要蓝吗？我再给化身个蓝吧。要蓝，要蓝，要蓝。我吃，我马吃，我马吃，你把我打出去，修行。我只能干二啊，我没敢吃。那你打二呗。那个，我拉了个全力啊，我就没什么宠了，先让这鬼魂战火。等一下啊，对面女妖村，我们没人笑化身，对面的化身分量可能够。但化身要活的应该，还是活大堂下把你可以想。上宝宝剁死了是吧？他炖了，他把我电了已经。我靠，全炖。我操！操了个大爷的，三层漫天，两层漫天是吧？两层。哎呦，终于绿了。我是全力啊。没用，躺地上躺着吧，对面全是盾。躺地上躺着吧，大唐把三号孩子的先来砍掉，把三号先砍掉。我渡劫大唐啊！你渡劫大唐，大唐上盾，把盾上，再普陀紧箍着那旅游村，把旅游村勒了，就勒旅游村了啊，死命勒旅游村。我第五把塔上了，上吧。没杆子了，我打五号吧，干脆打二号是吧？打二号吧，那打二号吧，好吧。大唐渡劫的是上盾了啊。OK。哎呦我操，我他妈真出不了手。还有花出不了。点普陀的那边点不死。上层风一把抽不好说。普陀没盾是吧？普陀盾啥呀？他第五先成资源吧，也无所谓了。我大概有速度啊，现在。哎呦我的妈！死了！他妈一刀没接。五号是毙了。文哥，你有清风吗？没有。你有神药。他反修我是能单点的，我跟你说一下。单点个鸡啊！你平砍吧，把那边的二号宝砍了，好吧？宝宝打三号，把三号锤掉。行。化身的话，给宝宝活一口吧。其他，下把能大特技。那其他吧，好吧，其他我封印不开了，好吧，五轮单掌不够了。对面也。我开你吧。你五轮多吗？我三个人没事。那开。高区的，还有什么避雷或者啥的吗？我没了，就剩三恶了。三恶还有了，还有引弓、地听、阳护，没了，就这几个。还能出几只？两只，只能出两只了。嗯，你这宝宝拉不出来了。嗯。
还有一点零元啊。你化身拉缸子吧，缸子拉了好吧，我他妈怎么觉得点对面的法器只能点法器点的死，来吧，点他法器吧，把他法器干了，来吧，拉缸子啊，拉缸子干他法器，没宝宝了，他因为他没破过呢。避雷桥，避雷桥，避雷桥。对啊，宝宝要跟。避雷他们蓝都没了。哎呀，鬼影很抗风啊！我他妈现在没办法了。嗯。他女妖是没有真的，只要点死的话，就把他演很多下了，32回都能演的。点不死这一波他妈我们就躺着了，我操了，对面他妈第一刀来了，第一刀都贴了5000开，死定了哈，空了，看爆了，第一刀空肯定是空了，三个宝宝破幺六三，他死定了，哇，真有罗汉的是吧，有的有的，我操，回了点血，哎呦我操，他没回血啊，他没回血，大了死不了，我日了，宝宝没蓝没避了破幺六三，没蓝没蓝，化身高罗是吧？高的罗汉罗了吧，赶紧罗汉罗了，啥都不说了，罗汉罗了，大堂这必死无疑啊，大堂，你们该九凡也九凡的，我跟你说，有剑斩的，有剑斩的，我地府九凡吧，你地府九凡来一个吧，行吧，来一个，你地府我起亲了，你地府我起亲宝宝啊，亲地行了啊，去拍啊。行，我顶小四海了，我看能不能保一手化身，我怕化身倒了，化身这波没那个啥了，好了，亲死他为什么没死啊，他亲死他顶血了吗，顶了个海，哦，他顶了个小四海，就是杀化身了，我操，杀化身了，得到两三层半天，三层半天他妈剑斩得10000左右，有金光吗？妈的，亲死，很少的，死不了，觉得。死不了。天，还有个二号，哦，应该是攻的吧？真有九番，有九番，死不了。我操！我操！神佑了是吧？没神，没神，十滴血。看你还会砸钱的，哦，有红三是吧？哎呦呵，我的个妈呀！这个小四海救我命了，死不了了啊！有红灯砸钱死不了，大堂出好包，化人出好包，好吧，你俩必须得出好包啊！我金青，我地府金青。你地府金青金掉有用吗？先把化身身上小死亡开了呀。没必要啊，没必要啊！我人顶个大，好吧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你别金青了，你看这毒都行，好吧，你毒的毒起眼都行，看看封一下都可以。告诉你不好的消息，我他妈只能拿一只宠。你普通只能拿一个宠，我靠！对面怎么还是点宝宝了，还顶，有可能点人也说不定，快点谁啊，罗汉轻松的，我还有很多药，关键是把我两手了，我自己吃回来，我药有大了，先把斧头起了，我跳你哥，哎妈的，这法连还好还好，还行还行还行，我这个也是马，你化身的话这一波这一波金掉吧，好吧，化身金掉的大堂上个盾，好吧，扛住， OK， 大堂是龟速还是高速啊，我是马，直接拉起来能活，拉起来能活了，拉起来出好不吧，好吧，拉起来出了个他妈的，拉起来能出什么呀，我日了，拉起来出个三个吧，好吧，出吧出吧，
最后一只不想出了。那你拉下紧箍咒人也行。我操！今天被笑了，妈的！大浪上盾扛得住不？这把应该把化身开了。啊，补个点化身的有罗汉。防点了，见了，金器没出来呀、啊！他妈的！哦，涨一万一，我操！我操，涨这么多！几回消双，我他妈看不着了。八回合，八回合，都是配速吗？都是配速。反正这三只。我开地位，我操！我操！我都飞了一个，我当然可以拉，我当然地府吃，孩子吃，武装吃，那还差一个，武装给吃俩。你不两个配速，你吃两个。啊，我吃两个，我吃两个，那对面阎罗令不炸了，先不开吧，好吧，先不开吧。那我损失了，杀不杀？杀，把他们大唐宰了，好吧，宰大唐吧，大唐宰了。来，你得保啊，保我出手啊。我金钱。嗯。他无间了，无间他妈的一秒我就死了。我现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速度，应该是我们快。我操！炸了！哎，就拿中了，这边金器太惊吓了。全力全魔的砸很脆，你发现了吗？啊，防我们五保零的，我感觉都。那为什么开地震呢？抓风抓火啊！地震无非就抓这两手。真的，地心他妈都清不动了。别把这个三号地心杀了才能赢。地府的话，把二号先打掉，好吧？先把二号打掉。你普陀怎么办？给自己点个灯吧。啊，我第五把罗汉盖了。有罗，请你罗。你普陀怎么站得住啊？这站不住啊！对面一个剑斩过来，你只要死定了。只有天堂，你只有天堂，但现在天不了。哎，没有，我血的呢。有花也没中吧他。剑斩没死你就死不掉了，有护盾的长城一千三，还有个公主，请问一个利息能卸得住吗？多少钱啊？900。我操他妈的，这宝宝没宝宝亲到的，你他妈没办法，大唐只能出宠了，宠出了吧，好吧。大唐可以逆的啊，可以逆境啊。这怎么逆啊？你武装吃，武装吃两个，地府吃一个，孩子吃一个是吧？对啊。那对面三号地心秒过来不炸了？先把三号地心杀了。对呀、啊，大唐出个宝宝好吧，先宝宝先出了。我的妈，亲死！哎，这把金，我是150，我这把想金了，其实。顶盾杀我的，妈的，死了。没有空间力，我自己给自己吃个，把我自己吃进去了，知道吧？给宝宝吃啊！给宝宝吃。对啊，地府给自己吃，你宝宝吃一个，孩子吃一个，我拿你。那边地心炸秒过来就秒开了。
哎呀，伤害太爆了，全力全魔的。还能延一下，两个三个不够不够不够，别想了，地府都没有力尽了，我也没力尽，脖子吧，好吧，滑吧滑吧，你们宝宝只有地府一个宝宝滑，我的也是公宝宝，哎呦，宝宝他妈的疯狂飞，我操了，他妈的疯狂飞宝宝，死了三个，死了三十个是有的，扛不了啊，这只能吃啊，地府地府你吃三号，你吃三，你把三吃了，来吧，他们咽喊，你要不烟雨咽了，烟雨怎么咽都死了，烟雨咽不死啊，你地府不吃三，宝宝打三好吧，把三打了，孩子摸三嘛，摸行，正北大克宝宝伤害太高了，知道吧？啊，主要是宝宝有问题，宝宝清的太快了。我们就他妈一个宝宝，宝宝飞的死还快了，没宝宝了我们。武装还没带齿，三五号过了，妈的，一号我在，我再齿一个，我齿一吧，一号肯定是猛的，你齿一行，你齿一，关键我们清不掉这个地厅的，这清不动啊，我们没宝宝清了，关键是不齿直接出去了，感觉齿也没，你齿吧，齿一，我那个断线一，没了。吃错了，郑大哥的宝宝飞太快了，无限飞宝宝，拉宝宝都拉不过来，打了三十八回，有起码有三十回我们都能拉宝宝，每回都能拉宝宝，没宝宝他妈又不行，打下局吧，没事，我这个正被抓到，他妈的老子真想不到他开个地子，他开个鸟子我都能理解，下场四点。